大家好，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2021年的3月7号，现在是晚上19:05，给大家聊聊一个中国农村的问题啊。现在有人说了，中国啊，30年后农村就灭亡了，大国空巢已成定局啊。时隔多年啊，这是一位刘先生写的，他是河南周口人。他说，时隔多年，春节回了趟河南周口农村老家啊。说到河南周口啊，袁世凯就是周口人啊，袁相成，相城县的，鹿邑县老子的故里啊，这个地方也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啊，周口啊。还有我初中同学，啊，老家就是周口的，现在还就在周口工作啊。不知是不是在大城市看新楼房看多了，感到村庄很破败。新建起来的一些楼房似乎显示农村还有些生机，但这只是表面，用我调侃的话说。农村的家是一年一度啊，一年一次，不到一个月的度假村。中国农村的衰败趋势已经不可逆转，回到家里荆棘丛生，仿佛到了荒野地里。你想想啊，一年到头就春节这一个来月有人，对吧？平常人很少。那就当然是荒草野草遍地了，这种情形当然不止我家一个，我们村儿这样的户多的是。旁边邻居啊，旁邻的大伯啊，就是大伯啊，大伯也行，大伯也行。他说我们家这一片儿已经连片空虚，只是到了过年才回家一趟，有的。干脆几年不回家，有可能啊，家里要没有老人了什么的，或者老人都接出来了，要不然是爹妈都去世了，要不然爹妈跟着子女在外边，是吧？买房也好，租房也好，他就不回来了。原来跟我一块儿，我们往一个大单位送货的，有一同行，那个小周，河南固始的吧，还是商城的，反正信阳人。啊，他跟我说的时候都哭了，掉眼泪了。他说他的青春都给了北京了。他们在老家信阳老家的那个祖宅那宅基地都卖了，他跟他姐姐什么的全在外边，但是他没在北京买房，所以他没搭上这个房价上涨的红利，没搭上这趟快车，他心里边挺难受的。然后那个后来在天津武清蓝印户口。孩子可以参加天津的高考，那也比河南的分儿低多了，对吧？我们村儿啊，紧邻一条河，过去啊，村儿边上啊，河边上叫村河边，就是他们村儿的这条河。这条河从他的语言里边感觉是属于他们村儿的啊。过去村河边曾是最热闹的地方。那时连吃中午饭和下午饭时，都端着碗到这里。啊，河南有些地儿有这风俗，他吃午饭、吃晚饭，大家凑一块儿，比如说在一个小河边儿，或者在一个水塘边儿、水池边儿，大家凑一块儿吃啊。过去有很多农村呀，在村中央啊或者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水塘，啊，就北京顺义。有个村儿叫王辛庄吧，是李绥的还是北坞的呀？好像北坞的叫王辛庄。那个村儿在文化大革命，66年的时候还有水塘呢。现在那个村儿的水塘都被填上了。水资源的匮乏是整个中国，尤其是北中国啊，北中国特别明显。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山西。东北、内蒙，你看内蒙古的很多，我去的旅游点儿
像那个察哈尔右翼前旗、察右前旗，那个辉腾锡勒，就是寒冷的高原的意思。辉腾，那是那个泡子，水泡子，蒙古语叫 nod，都干了，湖泊都干了。我再到5年前最热闹的河岸边，啊，他可能5年都没怎么回家了啊，非常惊讶，这里也已经荆棘丛生，怎么成这样了？那时候这里被我们的脚踩得几乎寸草不生。世上本没有路嘛，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了，是吧？那就草长不出来，人天天在那踩来踩去的，那是他们村的一个社交场所啊，十分的光整，没想到几年后竟是这样。想一想，其实也不必惊讶，能干活的基本都出去打工了，孩子越来越少了。还有一些孩子干脆随父母去别的地方了。剩下的老人活动范围很小，岁数大了腿脚就不灵了，走不动了。谁还能让这里热闹呢？走在河岸边，这些脚印儿很清楚，因为土地在无人的状态下变得很松软。过去老有人踩，就给踩得比较的扎实啊，比较的那个硬。现在没人，就变得很松软。这些脚印儿显然是新的，也就是过年时大家回来到这里走一趟，就是怀念故土吧。啊，小的时候在这儿一边吃着饭一边聊着天儿，是吧？看着河边的村边的河，不知是更美了还是更荒凉了。原先都是开垦好的河地，河边也种庄稼什么的啊，而现在，高的地方几乎栽满了杨树，低的地方禾草茂密，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自然的芦苇丛。这可不是国家鼓励退耕还林还草的结果，都是因为打工跑到外地了，没人了啊，都跑了。但对于河上村边的好地都种上树，这有点折腾，啊，一边在抱怨耕地不足，一边把好地栽上树，甚至在一些地方耕地就荒着。关键你看那地是荒着，没人种，对吧？比如南方很多地方就比较常见，那土地都撂荒了，有钱中国人富了，买粮食，对吧？但是你中国有一天你要不富了呢，你还有钱买粮食吗？到那时候，啊，大饥荒再来了，饿死几千万上亿，会不会呢？对吧？现在的农村越来越空了，孩子也越来越少了。不光是农村呀，城市也一样。你看我们这一辈儿，我父母生了7个，活了5个。到我这一辈儿就一个，是吧？就我三姐生了俩，我们家还有的亲属还不生，平均就一个。我们邻居老孙家，山东人，5个男孩，5个儿子，有俩儿子没有下一代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东边老刘家，老北京人，他们家一儿一女，那儿子没有孩子。对吧？有多少这样的人？李家姓李的，前面胡同5个孩子，最小的比我大2岁，一辈子没结婚。好吧，朋友们先聊这一段哈，待会儿接着砍，接着聊啊。